然后这个是 Kulmbacher， Kulmbacher 的 Edelherb 是吗？地草、地上草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来查一下。雪绒花，什么是雪绒花？哎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东东啊。然后它是 Prisoner 系列，然后它评价非常的高，嗯，我觉得是好喝的，好喝没苦味，然后它评价达到了6.2分。它就是好喝没苦味，还算可以的一款啤酒。嗯哼，应该是还算可以的一款啤酒。但我觉得，他说你说它是有六分，我觉得。有点太超过了，因为我觉得它跟其他的好像没差太多。可能是我喝的但还不够多吧。你看，我那个冰啤酒墙还差很多。我现在最近喝最好喝的应该是那个 Bayer Roiten 应该算最好喝的一款啤酒。今天是跨年夜，也就是他们的 Silverster， 所以就一直放炮，因为你知道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不能随便的，又不能大家不能上街，所以他们就每天都在那边吵，就有人会偷偷的放炮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谢雷特，下次再见。